对，很不重视，欣赏。OK，挺好。You are very good. Yes. 接下来你是师傅的单词，对，然后我松开你干嘛？
步伐不用那么大，像你姐姐女生也是，步伐不要那么大，但是上身的框架要很大。OK，我的意思，就好像那个不倒翁，你知道吗？它的底盘很稳，但它身体可以怎么样？对，这个才重要，它的轴没有动。你们不要老是想移动步伐要大，错，移动要小，但是空间要大，理解吗？不要把步伐移动变大，你相信我，你的步伐越大，你的空间越小。你的步伐越小，你的空间越大。像我们那天说桑巴的 Vigorous Row，记得吗？当我们把脚步放小了，我们身体就可以更多的什么延伸。我们脚放很大，我们身体怎么延？OK，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逻辑关系的问题。你们在跳的时候，如果你希望别人看到的是什么，听清楚，是视觉差，视觉效果不是真的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变魔术是一样的。我看到有人把人家锯成两半，他真的被锯成两半了吗？不，他是用视觉效果欺骗了你。我们也是这样的技术，舞蹈中间有很多就看上去男生的脚步很大，然后男生跑得不容易带，女生感觉哇一下，哇我这个跑好大，实际上你看清楚他的左脚动过没有？他对，他是因为放胯转移腿到这边，又把脚拿回来，看上去很大，跟我不转移直接收脚上去，当然很小。OK，那他为什么要转移一下？视觉效果，看着空间很大，实际上 I'm standing here。所以你现在练放胯沉向下拎出去，并不是让你真的把重心滑出去。你看，就这个就错了。所以你这个重心在哪里？原地，我是双腿同时用力，像拉弓箭一样绷啊绷住。然后当这条腿我没有男生，我一样可以把这个力量怎么样？跳出去，不用转上来。OK，我不需要，因为我的重量其实是什么？还是如果有男生的话呢？我是不是做的会更加的快速，更加的灵敏？理解吗？不要搞，好不好？最后再试一次，快点。OK。
我到达，他在做，他侵占空间，对吗？然后我把它往后推了一点，推远了，看我的脖子，有低下来过吗？我一直在什么？保持引导他进来，再看，这是我注意看我脖子怎么样，然后往我脸往里看，往内看，好，然后到这里我要停一下，感觉身体要在十一别走，呀，释放出原地，原地，对，再来，原地给两塞。好，右边，另一边，你得经过哪里？对，到达，落完了以后，沉，落，停上来，沉下，就OK，不要去忽略这些细节，OK，放下来。对，然后我释放你。对，做完。接下来就是，对，这是你的。然后我慢慢到达，我垂直了，是不是拦住了？然后我的身体反馈来了这一下，这是什么？看清楚。OK，并不是我什么？不，你其实需要的是一个反馈。我要求的第二条。气息产生身体的什么？会。对，好不好？听明白了没有？再试最后一次。倾斜度慢慢转换到拧转的那个角度，然后借着身体沉降的力量，专注于地板挑动回来，我才能看到整个身体力量的流动的过程，好不好？再试试，你先注意吧，快。
对，所以这有一个重心转要做完。